喂喂，吳國敏係 Edward 啊，我係啊，你係 Edward 啊，係係，我係熊仔頭啊，係咯，我知啊，嚇又知，好咁，我想問一問你係咪有嘢想同人講咧？冇啊，純粹我係中意咗個女仔啫嘛，中意咗個女仔啊？類似啊。個女仔有咩特徵令到你咁中意佢啊？又靚又白咯。哇！又得意咯。哇！咁嗰個性格咧？性格啊，好狂野啊，即係好 open 嘅。總之我而家幫你打一打俾佢個女仔嗰度，跟住我講兩句啦。我講兩句之後，到一個好重要嘅 timing， 我掉翻俾你講你最想講嘅嘢。好啦，唔好啊！你個計劃唔係就咁俾你，然之後你幫我講出去嘅咩？咁啊，俾你睇穿我嘅計劃，我仲係食神啊！你真係啊！好，一陣間你中意出嚟就出嚟，唔出嚟我幫你趕埋佢啦。但係你 hold 住條線喺隔離好冇？好啊。喂。喂，唔該揾阿朱姐啊。你是我是 Edward 啊。哦，你是熊仔頭那個。我是 Edward 喔，你沒事吧？哦，是什麼事？是啦，說真的，其實跟你說吧，當年我不是叫 Edward 的。那當年你是叫什麼啊？愛情小先鋒。我今天是有事跟你說的。是。就是我不是貪你咩，又白又靚又可愛又狂野嗰啲，我是喜歡你的性格咯，坦白講，因為我覺得你的性格跟其他女仔很不同，至少我不知道其他人心裏面是不是很不同，但在我心裏面真的很不同。我是從第一眼望到你呢，我就知道我愛情小先鋒這一次要失敗。不一定的。不一定，即是你其實你覺得我 Edward 呢有沒有可能跟你做關係好一點的朋友呢？有的。有啊，哇，有啊，哇哇，幾時見家長先？講笑啫。嗱，其實呢我要講的呢就講曬啦。愛情小先鋒只有個假名，我由真的愛情小先鋒跟你一起溝通一下。是 Edward 自己出來說你想說的話了。哦，沒了，師姐我們電話再傾吧，不如。蛤？哦，好好啊，多謝你啊，紅仔頭。好啦，拜拜拜拜。好，恭喜曬，拜拜。 Morning Eye。 喂喂，阿東。是是，请问你是想跟哪个讲的呢？我本身寄了两封的，你看见你现在开了那个我是哪一封？我什么都看过，但什么都不记得，你讲得了。我另一封是想给阿咪的，知不知道？即是跟你一样。我知不知道谁是阿咪？斗胆得你啊。身边的 fan 全部都说是小乔啊，星儿或者你们新拍片的另一个女仔啦，这就是最正的，我就觉得。那你有得吃吃不吃先？女神呢啲嘢只可以远观而开舌门噶嘛？系嘅，系嘅。喂。发作。喂，唔好意思，唔该揾阿咪小姐啊。我系。你系？你知我系边个啦？嗬？你知我系边个啦？嗬？我知啊。你知。呼呼打三三。我想同你讲咧，有人就真系好仰慕你。你出現在熊仔頭的片，我想都是次數不多了，但是他覺得呢，相比起小喬和雙雙呢，他覺得你份人是比較耳目春風的。不如我朗讀一次上篇的感覺出來。你朗讀星境那幾句給他聽。好，阿咪，你聽住了。什麼？你有一種獨特的魅力，你的笑聲可以穿透人心，帶給人耳目春風的感覺，你陽光的笑容可以將人冰封已久的心都融化，所以我每次見到熊仔頭出片，我都期望你在其中，在 Red Bull 的 event 度，我幾乎想親臨，冇乜可能可以同你一起影張相。雖然我只是一個十九歲的少年，做個普通朋友，我就已經心滿意足。
你對以上呢一番嘅，啱啱嗰啲嘢唔係我講噶，係你首席 fans 講。我正式向你介紹你嘅首席 fans 啦，佢個名係東東。係，好啊，東東 ，hello。東東可以出嚟同你嘅，多謝。如沐春風對話幾句嘅。嗯，啊，你好。原来在这里，对不起，你好，其实是我真的几样没你的，我是真是你不是那些林记来的，不是，我是哇真的认真打的那边东西，我度了一阵的那边东西，我好厉害，你的文采好犀利啊，是不是？多谢。如果有机会的，我叫阿咪录一段东东跟着不断在这里笑的画面给你，你又肯不肯要？冇问题，我拿嚟做铃声都冇问题啊。咁阿咪，又请问你肯唔肯录咧？梗系冇问题啦。咁就祝你哋白头到老，永结同心啦。好啦，拜拜。我而家要开始录噶啦。拜拜，慢慢烟瘾啦，拜拜。And I can't get